105年这一个是一个空间向量的问题，那其实呢，看到这个方式，我们就要把它建立一个协坐标。稍微强调一下说，虽然它是长方体，但是我们其实要算一个相对关系，只要它是平行六面体都可以用哦。因为这边都是 APABADAE， 所以我们在建立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以 A 为原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100、010跟001，那这个 AG 向量刚好就会变成111。那现在呢，他想要求的是什么？P 点会在这个 BDG 这个平面上。那 BDG 其实我们也可以一样，就算出它在这个协坐标里面的平面方程式。所以我们就利用怎样？利用 BD 向量跟 BG 向量来外积。所以我们有 BD 向量呢，好 ，BD 向量就会是-110。对，那今天的 BG 向量就会是011。好，那这两个外积的结果呢，对，就会是那个11-1。好，那这样子外积出来之后，我们的平面方程式就可以写出来啦，就变成 a 加 y 加减 g。好，那是把100带进来，其实 a 加 y 减 g 等于一。好，那现在 p 的点就把它想成什么？三分之一、二跟 a。所以把这个点带进，把 P 点带进来，三分之一加二减 A， 要等于一。好，那我们再稍微移项一下呢，我们其实可以算出来 A 就会是三分之七。好，所以这个建立协坐标来处理这种空间级的问题，就会非常的简单。